所以它基本三上都点几在有差可不能多啊，十三那个地方游走就对了。它这个和这个上面可以看得到电瓶这个电压吗？有，可以，可以。其实是不需要电脑啦，那直接按就可以看到即时的讯息。可是电脑讯息就是收集你一整对一整年一整个月。哦，所以你要多多上 FB， 跟我们一起打击那些土炮。那些土炮玩那些拼装机玩得很爽，真的很讨厌。可是国外也都是都在搞拼装啊，你看那些 YouTube 上面都是拼装的、啊。就搞不懂他们的目的。我觉得那个拼装的感觉上，就好像早期我们在电脑，大家都在自己在那边自己做电脑那种感觉，有那种感觉。对，是要拼出个像样的、啊，不能就是那样那样怎么算？总是在这个经验里面学习。可是那一种东西就是有经验的人可以买来玩了、啊嗯。如果我们卖那个给客人，我觉得那我们会很麻烦。对呀、啊。当然，那个是自己在当作玩具在玩，对，卖的东西还是要稳定的东西。我就有卖一个土炮给新北市的，我去了五次，去了五次，然后最近一次他把他那台机器整个扛过来，他可能不忍心再叫我过去。是啊，就是那个林老头，他自己坐火车来，然后搭计程车。辗转来到新竹这样子，因为他很特殊，德明商专旁边有一块地是他的，然后他那个地里面呢用货柜屋就住在里面，他晚上发动机在那边吹电风扇，很吵又臭嘛，就是那种柴油发电机，对，柴油发电机他又不敢搬到很外面去会比较安静，对，他就在货柜附近，他就每天晚上闻那个味道嘛，然后又吵这样子。所以，这种生活，他最近就靠我们那一片装太阳能系统来吹电风扇。可是他搬来，我检查又好好的，奇怪呢。那就是线路上可能有什么地方？对，有可能就是要自己检查。那我就叫那个林老头赶快装一四片装的。对啊。他那个没有加电池吗？假设几天都有。有，我卖他两个，他自己买了两颗那个汽车电池。汤浅的电池，我是说汽车电池，他觉得 OK， 就是不需要申请。他不知道去哪里搬来两颗，我随便他。可能就是去弄什么。我说我那两颗5000块，他又说太贵。你要淘汰了呢？对啊，有可能。对啊，因为他双方都对，所以都一样，都20。所以我一直说，我如果外面再加两片，哎，你就再加两颗，对对。一定要六片配六颗吗？可不可以六片配现有的四颗？可以啊。那会出现什么情形？啊、快充，比较快充它就停了。充满。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是用了8颗电池，也是可以。也是可以。比较慢充吧。你四片只用8颗也是可以啊。所以我一直说这没有极限嘛，这样听起来。没有啊。电池是没有看是广义还是狭义的定义啊？对啊。那所以。所以你可以先加四片就好。我的意思说，电池有没有说我扩充说，我买10颗，可以，16颗、20颗什么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可是它永远充不饱，是这样的。不一定啊，看你这怎么设定啊，因为它也可以设定成那个四电充电啊。所以你预台风来了，就像我其他客人，他花莲登陆。他就先不管他们，他直接也开四电下去充了。所以我因为他电瓶够，他赶快把它充饱。我随时在这边可以调整，就对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可以做设定。我一般客人很少这样做了，就是都用太阳电来充。知道说台风要来，这地方一定会停电，我先充给电可以用。对啊，如果你是机车行或汽车材料行的话，就家里全部给它串起来，预备着用啊。没有，如果这边是咖啡厅，那更好。所有邻居全部都来你家喝咖啡，是，对，全部都停电，只有你家有。对，就你家亮起来的话，你就成名了。对啊，所以一战成名。所以我花莲那个客人就是，左邻右舍通通没电，然后去他家，开唱卡拉 OK， 唱到天亮，多爽。可是他电瓶有多少个？
它电瓶那个大的比这大155的吧，155它现在好像三组吧，好像到12颗了。那可不可以到那个汽车材料，就是那个汽车维修店，他们淘汰下来的电瓶去量福特数，可以用的就500块一百，500块一颗一颗买回来。就经过花莲那一位机车行那个杨俊斌使用的结果，我觉得真的不要用汽车电瓶了，因为他就是用汽车电瓶，就是坏掉一车，然后他说他跟原厂凹，就是保护，请原厂赔啊，就原厂凹了很久，原厂还是赔他。对啊，汽车电瓶是说用人家旧的，对，不是买新的来当做这个来用。不是他买旧的，但是汽车电瓶本身也没有，也比不上这个深循环这一种的。对啊，比不上啊。应该说它设计的那个使用的方式就不一样。对，它是要大电流的这种瞬间大。而且它那一颗它故障的那一颗，它发生故障的那一颗跟我车上故障的汽车的那一颗情况一模一样。它里面很多 cell 啊，就很多格啊，坏掉一格。就跟我汽车的情况一样，只要中间有一个坏掉就过不了。对，那我们这种，从此我汽车我就直接用深循环。对、啊，那我们这种深循环不是一格一格的吗？但是深循环就是说变成对啊，也是一格一格的、啊但。但是每个深循环它规格是不是说我容许的叫做瞬间最大电流到多少？我要选那个跟我汽车电瓶要类似。我的话你启动就启动。没有，它都有对照表，它都有那个有那个规格表，有那个器件表。对啊，那说明书里面好像也有告诉你说怎么设定，什么样的那个该什么样的电瓶要怎么样设定。对，那我们这个电瓶就是这么简单规格，叫做 100A 吗？还是说它有什么其他不同的？你也可以买 200A 的、啊，你也可以300A 的潜艇用的 10,000A 也可以。搬不到。可是我们扛不，你看这个我们就已经扛到快腰骨快断掉了、哦。义务的我就吓死了。如果是12片装的话哈，它又是放没有电梯要上到5楼顶、哦、那会很刺激啊。12颗我们三个一人要扛4颗，扛上去都已经疲累了，要修半小时了。你就慢慢扛啊，各大哥上面已经把线装好，你再上来就好。对啊，哎，5层楼很累，我刚刚扛楼梯就已经有点累。所以你第一阶段可以再装四片，就一楼那个地方啦。再考虑一下，我看那个空间够不够。可是有一个关键，就是你这一层楼的电要用得完。因为你这一层楼是不是一楼一个电表，二楼一个电表？对。然后3到5一个电表。对。那你这二楼一个电表的话，表示你这一个太阳电也只能在二楼这个空间跑而已。对。真的是这样。不然你就是要用这个。它这个孔应该可以通到3楼去，再拉一条线上到3楼，可以这样子做不断电。说就变成说二跟三是有点是串在一起。对，甚至可以接到你这个345的电梯。但是你要注意哦，它只有2.4K 哦。它只有2.4K 的意义。意思是，如果你电热水平已经是1200瓦在跑了，你再来一个1200瓦，可能就会跳了。哦。对。那个应该是不是这个 breaker 就会跳掉？是不是跳一个不累？这边跳吗？都会啊，它本身超过2400瓦，那个大概10秒而已吧。所以还是让它单纯一点啊。看它超过多少，超过越多越坏掉。因为你刚才讲的，我不晓得说电梯是多少，我知道电梯用很久。那电梯一启动可能就会让它爆掉，真的。对啊，所以如果说电梯因为在3楼嘛，上到5楼，我是。规划说那个上面可能用的是比较大的，可能是5K，所以可能是哦，因为你要拉动电梯，可能对啊，也要5K 8K 以上嘛，对，保险一点的。所以你这个2.4K 的变流器，你这个接到冷气这一台吗？对，这一台，你他取这一台，几吨？这变频的，旁边好像有一个数字，我记不太清。这要几吨要怎么看、啊、是不是在外面？我记得之前有照一个照片，然后在外面的那个主机上面，它会把你整个都拉下来。哦，是这样。对、啊、对, 对。所以一定要100A 的规格才可以。如果更严格讲的话，就是它整个要平均啊，因为电的东西就是会互相拉。哦、就是你去量它的电瓶的，它的伏特数是12伏，或12点多。那你新来的新朋友也要12点多，对，
它一颗电池是12伏的嘛。但是伏特只是一个伏特嘛，我在说的说电瓶本身的那个容量，像这种是120，但是一般汽车电瓶大概不会到65，容量670而已。容量比较没关系啊，电压。容量是 OK 的。对，所以只要电压是 OK 就可以了。对。可是，一般电瓶汽车电瓶大家都在12左右，你说有到13很少。就是、对，所以差别就在这里、欸。我们这平常量都12.3、12点多。是吗？可是大家都说这个都在13呢、欸。那电表现在哪里量啊？我前一阵子这一排全部都量过是12.3、12.5中间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。嗯。这样是 OK 吗？这有电表吗？对啊，它是因为放的。看一下。它已经来放了2个多月了嘛。哎。这样子还可以。冲得上去就对了。可以啊，这是比较高档的电池。要不然我们下礼拜六来装我们竹北那一套3K 好吧？可以吗？那下礼拜早一天都可以啊，因为我们那边我们也还是会来啊，因为南寮那一套就是要。那边那一套我下礼拜就要赶快把它弄起来，我可能还会进个一箱的灯，进个10颗投射灯吧，多的可以放你那边。那就下礼拜六，不用礼拜六也可以开始进行啊，就看人手如何啊。礼拜六那个华伦太阳能负责人可以来啊，我们还有一个台中的学员呢、欸。对，没错。对，今天我们现在已经晚上大概8点半了吧，从下午3点半到现在已经5个小时，终于把这一台这个 2.4K 的变流器装上去。那我们请贺老师跟我们大概说明这一套系统的主体架构。好，这个架构呢，好，首先我们先说这台主机，好，这台主机是 2.4K 瓦，就是2400瓦的主机。好，那整个系统的安装，当然我们就是把那个太阳能就是 PV 的线要接上去。我们看到这台灰色的电缆就是太阳能的线，也就是所谓的 PV 线那接上去，当然不管什么电过来都一定要经过 Blade 杆由于这套是也算是一个太阳能的不断电系统，所以我们 不但有输出这个AC 的不断电输出之外，当然也有 AC 的不断电的输入。那你可以决定它的充电电瓶的充电呢，是由这个市电来充还是由那个太阳能来充。但它有一个这套系统的好处，就是让你可以不会断电就算你没有太阳，那电瓶也没电的情况下仍然有市电可以使用。那你只要把家里的市电的 Blade 杆连接在它上面的这条市电的 Blade 杆打开，就可以让它维持你电器就是你的负载端、你的输出端绝对不会断电绝对不会断电当然是在前提是在它功率2400瓦的范围之内那经过5个小时我们从这个完全没有，我们已经把它组装完成了当然我们这些盖子为了这个拍照嘛，为了摄影，我们盖子还没盖回去为了要说明所以我们还没盖回去那大致上这个 2.4kW 的这个系统这个架构大致上就是这样。当然目前这里的太阳能板只有4片这个265瓦的吧是265瓦的4片那当然要扩充可以在它 2.4kW 的范围之内做扩充。还可以加几片上去？还可以加，最多大概加个如果接线不麻烦的话，加个6片8片没问题吧。但八片不就已经快，就是加热线有4片已经12片嘞。哦，那个就算作总数啦，总数大概就8片10片左右吧。总数就是8片到10片。8片10片左右。那现在这个是可以，这台太阳能变流器可以供应他们家这台日立的变频冷气吗？供应这台变频冷气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嗯。那但是要考虑的就是其他的用电的话，可能就要斟酌一下，调整一下，因为毕竟它只有2400瓦当然我建议就是能够用4000瓦的直接 4kW 上，就是比较没那么多，就不用那么斟酌就对了。那你说这个冷气如果开了，然后可以如果再同时开电热水器的话会怎么样？
只要它瓦数超过2400瓦，那就是不允许的。那结果会怎么样？会炸掉吗？结果它就会先警告，哔哔哔哔哔，然后自动关机。会伤害到我们的冷气，或是电冰箱，或是那个九阳豆浆机吗？就那一台。会伤到它吗？完全不会啦，只要过载，有过载现象，它就先自动关机，它会先警告，然后自动关机。然后它下面这 breaker 是自动跳开，是不是？哦 ，breaker 也是一个保护措施啦。它那个当然看谁，看它的那个反应啦，看谁快，它就谁先跳。嗯、啊，那未来我们这个变压器把它装上去之后，它的电可以供应给110的插座跟我们的照明吗？就是我们现场的照明都可以供应吗？啊、是的，这个我们双压变压器装上之后，就是啊110、220都可以使用。那目前你看这二楼这个环境应该是可以供应，然后不会跳掉吧？哦、啊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开机来看它这个，我们把所有负载打开，看它机子上面显示的总瓦数是多少，再来决定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太空说要起飞，我们是不是请克林顿总统帮我们按下那个按钮，看会不会这个把每个 break 是不是顺利起飞？那我先退出来啊。好，我们请屋主谢先生哈，我们这个开机仪式在右下角这个地方，右下角这个地方。那 break 对，那个开关也要开，对。对，然后这 break 部分先把它全部打开，对，全部打开。所以程序是这边先开，然后再开，那个不是我弄的。好。凶手是他，没有他那个角度可能不好翻。那假设我们什么状况下需要来做关机的动作呢？就大停电之前吗？关机啊，完全不需要，因为它智慧型的，就丢了它就好了。哦，对啊。所以如果台风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用管理它。台风来的话，你看要不要先那个把电瓶充饱啊？那预备就说台风之后有可能发生的停电状态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设定把电瓶充饱之后，然后。台风期间，对，是电断电的时候，对，主机其实不会断电，那不会断电，对，那完全是用电瓶的电，对，用电瓶的电开机着、嗯。那再来到白天的时候，因为台风天的白天不见得完全没亮，它不是，毕竟不是晚上啊，所以它阴天这个多晶的太阳能板多少仍然可以对你的用电供电。那意思是不是说，我只要电瓶有电的情况之下，就算今天试电，没有供给进来，对，我的主机其实是不会断电。不会断电啊！现在试电就没开啊，所以你现在可以把冷气打开、啊。我现在试电没开吗？试电没开啊，现在完全是电瓶的电啊，因为现在晚上也没有太阳啊，所以它没有。没有，它试电没开，怎么灯会亮？有开啊。什么？试电有开啊？它这里的试电没开，这里纯粹就是电瓶的电力，所以你现在冷气可以打开、啊。哦，所以意思是说，他说这一个啦，这个冷气的试电是没有进来的，现在是 off 的状态啊。对 对, 对, 对，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把冷气打开的话，它冷气如果启动的话，是纯粹吃电瓶的电。对，可以开开看遥控器。就是说我现在的试电这边冷气是断掉了，没开。然后完全是用电瓶。对对对，完全是这台 inverter 出来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进行这个日立冷气变频冷气的。开机，所以现在刚刚开机了之后，开机了，开了，已经开了啊。所以现在主机板上有什么显示？好像地址有点有。好，现在电压是现在目前电压是25.6伏哈。电压是25.6伏啊。25.6伏应该讲的是电池吧？看不到，还好电池够力。啊、哦，现在完全是吃这个电瓶的电，一安培。我看一下它的负载，负载输出0瓦，0VA， 52赫兹。等一下。关掉吗？没有，所以它是用试电吗？不是，所以你不是这条线。这一条表示不是这一条，这个不是冷气呀、啊，不是冷气，那可能是这一条咯，不是冷气啊，要不要看那条是接到哪里？还是别的冷气？没有啊，不是啊，完全不是啊，难怪它显示零啊。我现在已经全部关掉了，我已经关掉了，它为什么还在开？那是错误的 啊！我跟你讲，不一定，因为它主机在外面，有可能牵到3楼的电去了。
你们冷气室外机的电可能拉到三楼去的，所以这条不知道是什么啦。欸，对啊，那就好笑了。好笑，这空的啊，这条可能都预留的一个什么东西啊。